这一幕，脑中是否会想起鱼儿鱼儿水中游的旋律？有青苔，有石块，若不是鱼儿游到了尽头，才知道这并非自然生态，而是模拟溪流的展示槽。仿真景象，水雾弥漫，槽内利用倒木石头摆放堆叠，营造出瀑布、深潭、缓流各种不同的地形。学霸国家公园内的台湾樱花钩吻龟生态中心展示馆历经改善工程，现在完工启用，开放给游客参观。瀑布区，然后有一个急濑跟缓流，然后里面的植物，我们包含了种植这里的冷水麻以及青苔等等。推广樱花钩吻龟保育，不仅如此，这一次更打造出金光闪闪的艺术品，把樱花钩吻龟最有活力的面貌凝聚在黄金中，刻上福尔摩沙极具收藏价值的金块，制作工艺。图案照片它是授权给我们蒙史的企业公司，它把它打造成一个樱花钩吻龟一个黄金铁链这样子，铁条作为工艺使用。它不做换卖这样子，原生物种把它推广到全世界，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的美丽。利用吸金的黄金艺术品传递保育台湾独有生态物种的理念，并且从本土发扬传向国际。三立新闻张准智、李建莹、苗栗报道。